这个动物做的就是濒危壁画的那个抢救性加固，就是主要做的是边缘加固，然后用的材料都是按照原来的原始材料的配比去做的。一天在洞里待8个小时吧，有时候也要出去晒晒太阳，这里面太冷了。胆子要大，而且心要细啊，你要有足够的耐心。